的是全队的英文程度，要把你所听到的东西放进篮子里哦。英文，好不好？请出题。哇，这个。Towel。啊。Toothbrush。Soap。Razor。这是太哎。很简单。总共有四个声音。四个声音。要把它拿到对的地方。哇。开始。是音听哎。拿吧拿吧，把对的东西拿进去，把刚刚那四个拿出来。哦，一个人只能拿一样，应该是拿错了哦。啊！哦，哎，哦，就会就乱拿的感觉。我没有听清楚，就乱拿。哦，这是上面洗面乳。还没有牙膏，牙膏吧？用这个洗脸，这是什么？毛巾、毛巾、牙刷，牙刷这是什么？肥皂、肥皂。牙刷怎么说？牙刷 ，toothbrush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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恭喜，答错。Razor 没有进去，谁拿错？没有牙刷？有啊，不是有 toothbrush， 有啊 ，toothbrush，tooth。Napkin, chopstick, chopstick, ball, ball, 再多听几次。Four, 请出题。Four, 它只是 four, 然后还啥？筷子，对，全世界最文明的饮食工具，筷子，双龙抢珠而来，对 ，chopstick， 再来是 ball， 碗，没有钱，碗不是球哦，再来是，对啊，我抢到怎么没有球？那我答对了吗？叉子 ，fork， 对对对，很好 ，napkin， 桌巾，四种凑三种。好巧，这是有汤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什么？开罐器啊。英文呢？英文呢？开 open 呢？哦，开就是 open 的 ，OK。对对对，请换队来，我们用格林英文书来帮你们处理，好吧？标准的 fruit 水果题，水果题蛮难的。哦 ，fruit 请出题。Papaya 啊，简单啊。Pineapple 哦。拍照。Grape。不好意思，戳到了水果啊！是 OK， 好，就这四种 ，OK， 简单吧？简单，很简单。开始，水果很简单，水果很简单了。崇哥，我就把简单的留给你了。哇，对啊 ，brother 嘛，兄弟嘛。哇，崇哥，那个简单的你应该都会知道吧？简单，兄弟啊。Brother。点吉他会有吉他的声音耶 ，Grandmother， 好神奇哦！哎，那点智障会，哎呦 ，Papaya， 木瓜 ，OK， 瓜吧，巴拉 ，Orange， 没有 Orange， 没有吗？恭喜答对。下一道题目，来，衣着类 ，tie， pajamas， sock， scarf。好，请出题。啊，玩很久。这个好了，哦，加油加油！你们应该不会，哎呦，
若隐若现的若现。若隐若现。好。好。